东里国小历经疫情之后遭逢富里乡918地震，今年又遭台风侵害，虽然灾损状况严重，不过获得各界帮忙还有县政府的经费补助，让东里国小逐渐恢复正常。学校也举办了2023圣诞棒送爱英语教育成果发表会，还有爱心义卖活动，不仅把学校平常英语教学成果展现出来，也结合了戏剧、歌唱及舞蹈等多样表演。东里国小经历了疫情之后遭遇富里乡918地震，在今年又遭遇台风侵害，虽然灾损状况严重，幸获得各界的帮忙及县府的经费补助，让东里国小逐渐恢复正常学习。学校办理了2023圣诞放送爱英语教育成果发展会及爱心义卖活动。另外的重头戏，爱心义卖活动所得捐给安德启智中心以及喜憨鹅基金会等弱势单位，让小朋友不仅学会管理钱财，也学会如何当个小老板，借此让孩子们看见爱与学会分享爱。校长的领导之下，我们可以成为兄弟姊妹一样，这个我们的天父最喜欢，耶稣到世界上来就是带给我们平安喜乐，希望大家可以得到这个圣诞的礼物啊，圣诞快乐。爱心义卖短短一小时就卖了将近50,000元，所得全数捐给安德启智中心、喜憨鹅基金会以及推展艺文教育基金，借由义卖活动教导学生享受与爱、分享爱的关怀社会品德。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。